大家好，我是优美诊所的郑怡慧医师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非侵入式体雕的热溶脂。热是透过电波产生热能，而使细胞融化。除了减脂之外，也能促进胶原蛋白增生与加速淋巴代谢，而产生肌肤紧致及消除橘皮的效果。女神电波是一种非侵入性体雕疗程，利用多级电波分散多点作用，使热能均匀分布，准确作用在表皮层至皮下组织。除了减脂之外，持续的热效应也能使胶原蛋白及弹力蛋白增生及修复，达到紧实肌肤及抚平纹路的效果。透过冷热震动四种非侵入性体雕疗程，不只能有效减脂，更能快速找回属于自己的美丽曲线。